嘿，又发现新史莱姆盲盒啦！拼多多29.99两盒，网上超火的面包超人，就是这包装怎么感觉像是被别人拆过，心情瞬间就不美丽了。如果等下你不好玩，一定要去投诉卖家。送了两颗小糖果，还有小房子配件，包装还算密实，有两盒泥，一盒和7.5的价格还算可以。就是不知道好玩不？哇，这盒颜色好梦幻呀，是我喜欢的感觉。这盒感觉就很普通啦，再来拆这个 KT 猫的盲盒，希望能拆出个小惊喜来。这个小配件好像是万圣节的小女孩，不认识。这不是圣诞小鹿的图案吗？应该跟圣诞节有关。还有最后这个蜜瓜软糖，先来玩这盒彩色的小熊吧，竟然是隐藏款耶，上来就抽中隐藏款，看来这波运气不错呀。这个颜色好透呀，有种玩极光泥的感觉，质感也是软弹软弹的，柔软中带有一丝弹性，就是拉伸起来有点脆呀，但是轻轻拉又不会拉断，应该是拉得太快就容易断。放在手里太漂亮了，感觉像是一块水晶玻璃糖，美得我都不忍心玩了。圣诞节限定款，虽然圣诞节已经过去了，但是抽到这个应该也算运气爆棚啦。表层有点起泡，先来给它摆个造型。快看快看，这感觉像不像水晶球？水晶球里住着小雪人，还有圣诞树。这个质感就柔软多了，应该是份软质的太透，可以当起泡胶玩的那种，但是我又不忍破坏它的美，所以就这样玩玩好了。芝士味的奶酪包，这个名字听得我都有点饿了。这个泥的质感戳起来有种轻飘飘的感觉，类似粘土又不太像粘土的那种。拉伸起来还算柔软，一点粘手的样子都没有。不过我严重怀疑这质感能不能当起泡胶玩，所以贴个起泡贴，等下来测试一下它的起泡效果。竟然完全没有废胶的情况耶，起泡效果也还算优秀。粘泡的声音也够炸耳，关键是一点也不粘手。最后一盒蜜瓜软糖了，打开盖子迎面而来的真的是浓浓的哈密瓜香味啊，虽然看包装我不太喜欢它，但是玩起来的手感真的挺惊艳的，质感也是超柔软，戳声也是够响亮，应该是添加了白胶。比芝士奶酪包的手感要优势一点，
起泡炸泡也是丝毫不逊色呀，轻轻松松就能变大这么多。四盒年各有各的优点，那如果非要投票来选一盒，你们最喜欢哪盒呢？喜欢别忘了点赞关注哟，我是时光，下期见。嘿，圣诞快乐哟，特地为你们订的圣诞节限定款套装也赶在最后一天到家了，就是这包装不太给力啊，直接用塑料袋子装。卖家你也太环保了吧，包装简单些没关系，只要我的泥没有打折扣就行。绿色的圣诞树泥，哇，这盒金色的雪人泥我喜欢呀，不灵不灵的感觉好闪啊。粉色的金箍贝尔，还有白色的灵儿小叮当，连赠品都是那么美，少女红丝绒，光看这颜值这次买值了。先来玩哪款好呢？就你吧，金色小雪人。怎么粘住了？这么冷的天儿不应该变硬吗？这是什么操作？尽管粘手也丝毫挡不住我对它的喜爱呀。玩了一会儿之后竟然不粘手了，说声还挺好听的。起泡过程也是很顺畅嘛，丝毫没有飞胶的情况，就是粘泡之后又开始变得粘手了，估计是太喜欢我了，哈哈。下一款灵儿小叮当走起，蝴蝶结叮当灵儿。哇，这是什么神仙泥，声音也太好听了吧，还是第一次玩这种泥呢，喜欢喜欢。怎么办，有点玩上瘾了，停不下来的感觉，这声音噼里啪啦的感觉比放鞭炮还过瘾呢。绿色的手感水水的弹弹的，用来拉网格花应该会不错。粉色的手感比较厚实，奶滑奶滑的，戳声响亮却不粘手，捏泡声也够炸耳，起泡之后也是一点粘手的迹象也没有呀。最后一盒赠品泥啦，这个泥闻起来的味道香香的，有种奶香的质感，手感也是属于比较柔软的那种。起泡效果也是很优秀啊，一会儿就变大了这么多，那再来撒点金丝绒装饰一下，感觉好像一块泡芙蛋糕啊。四盒泥四种玩法，卖家也是够良心的，尤其是第二盒灵儿小叮当我超喜欢的，那你们最喜欢哪款呢？喜欢别忘了点赞关注哟，我是时光，下期见。嘿，听说艾米家的史莱姆盲袋很火，那就买来玩一下，等等先来祈祷一波。好了，开拆，这包装也太有爱了吧，爱你么么哒。哇，竟然是银色的蕾丝绑带耶，不灵不灵的好漂亮呀。30块钱一共买了5个盲带，还有卖家赠送的薄荷糖，感谢卡。幸运小盲带我来了，是盒红色的起泡胶耶，也不知道是啥款式，不过这小女孩倒是挺好看的。第二代走起，是盒渐变泥耶，梦幻晕染奶糕，原来泥都有名字啊。再来瞅瞅红色的山楂树之恋，讨阳气。第三盒盲袋，香芋奶丝巧，感觉跟我之前玩的香芋奶珠挺像的。第四盒黄色的香蕉那个 banana， 哈哈。最后一袋啦，好像不一样耶，这个是胡萝卜的小装饰，胡萝卜兔姐，还是和晕染。30块钱这5盒泥还挺惊喜的，不知道有没有隐藏款呢，等我去问问卖家。扔垃圾的时候发现了这个渐变颜色的口红，传说中的隐藏款耶，还有这个胡萝卜兔姐竟然也是个隐藏款耶。5个盲袋中了2个隐藏款，这运气也是没谁了。来来来，赶紧试玩下这个隐藏款的兔姐泥，哇，好香呀，一股浓浓的奶香味，好想吃啊，手感有点像慕斯呀，似黏又非黏的样子。这个好像桃屁股呀，哈哈。
带来几个泡玩玩，感觉应该会不错。好了，兔鸡玩累了，撒点小胡萝卜片。哇，好可爱。就是兔鸡被我玩坏了，有点粘手了，不过还是很惊喜的嘛。你们觉得呢？喜欢记得点赞关注哟，拜拜。